请注意您的时速。请注意您的时速。靠左，然后左转。左转。靠右，然后右转。右转，好的，让我们再计算一条新的路线。靠右，然后右转，右转。请注意您的时速。没事，我会再计算一条新的路线。右转，然后右转，右转。
在环形交叉路使用第二个出口。使用出口。请注意您的时速，靠左，然后继续直行，继续直行。请注意您的时速，请注意您的时速。请注意您的时速。重新计算中。靠左。请注意您的时速。靠左，请注意您的时速。请注意您的时速。请注意您的时速。靠右，然后使用右边的出口。使用右边的出口。右转。靠右，然后右转。右转。路线计算中。靠右，然后右转。右转。重新计算中。
靠左，然后左转，左转。左转，我们已到达了目的地。